身上的不通派，以及内心中的不畅达。道人们虽然身在方外，却无会做一个事不关己的闲人，而是要肩负起交之未交和社会责任，帮助世人实现身体和心性上格双重修行，心灵上敦促人们向善无为谨，在身体上则要以医术、导引、功法等等方式教导人们去病保安康的本领。道教所保持的对生命的珍重、对生活的关爱，则促使历代修道人不断提出生命炼养的新思考。无论十道九一的说法，还是自度度人的理念，这都与道教重生、乐生和仙道贵生的主旨命题相契合。道教系一个重生和重现世格宗教，因为人只有活好作家下，才具有谈论高远理想格资本，所以道教或任何一个宗教都更加强调修命功夫。哪怕是一己修真的得道成仙，亦亦或其同慈爱格济世利人，都必须立足于身体力行四个字：爱人身如同爱己身，爱众生如同爱自我。道人格慈悲，无系对肉身格抛却，而是一份无贪恋、无憎恶格态度。当生之时，认认真真的为颐养天年做出该有的努力；当终之际，对形神的聚散却是无谓之有无的淡然。立足于命功之上的性功，才更具有使人幸福的条件。